心宝宝，有我的一秒。打开后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绿帽妈妈的料理时间。这是我 CD 一起吹风啊，我是娇黑。我们呢依然没有手套，我们看看我们要拍到第几集才有经费可以买手套。小编才给我们手套，所以我们都要洗干净才来开始哦。卫生最重要的哦，是吃了没落腮，口气才会口好。如果不知道为什么呢？什么口气才会口好？口气才会口好啊，我像你同款，口气搁较一半落腮。哦，对对对，安尼吃卫生哈。啊，今天你介绍这道菜，哇！就澎湃，就澎湃。今天这一道料理是爸爸最爱的卤肉，所以我爸爸超爱吃卤肉，他每一餐基本上，以前啦，我们在家里就是很少有机会可以在家吃饭，可是只要吃饭就会一点五几点捞吧。我们今天这个备料呢，其实很简单，我们介绍一下食材。那我要跟大家聊聊，就是关于你的爱情故事，这样去约会，他带你去哪里？爱双溪，早上五点，凌晨五点哦，这么早哦，就爱困了，把我丢起来，这么早会生气？爱情的时候都是白痴的，完全被爱冲过头了。对，五点给你丢起来，你嘛就去爱双溪干什么？踏青。谈恋爱，因为他当兵在大直，所以呢，他大概七点就要进去了，所以他唯一能谈恋爱的时间就是七点之前，或者是晚上的十一点约我。约这个时间是不是要去做坏事？点点点，小编觉得害羞。我跟你讲，谈恋爱除了外双妻以外，哈，啊，够有嘞，我跟你讲，够你绝对想象不到嘞。你多讲几个，就是。让大家多参考嘛。对，是要参考什么？问号。就是如果是跟孙老师一样，他年轻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脑袋，对，就是对，因为他就是觉得这个人好，然后他就会陷进去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要用在一般的女生身上的话呢，不要学哦。好，除了外双溪还有哪里？中叶池。看，我刚刚不是骂脏话，我是要说去中叶池看哦。你在骂脏话？对，看宪兵吗？看宪兵吗？看宪兵干嘛？我是看我老公，他看我，我两个民兵相对。忠烈祠里面的都做侪咱英雄的迄落墓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可能我老公过来给我介绍，那咧英雄哪几个是我们？革命烈士啊，他就一个帮我介绍。革命烈士表示每个礼拜都看到你们，是在 Hello。我就觉得，但你老实说，你有喜欢吗？那个行程是不喜欢的吧？女生会生气的行程。不会，我很好瞧哎、欸。天哪，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瞧的女人。我这样觉得，这个我爱的男人有在我身边，其实他带我去哪里我都不怕。就多说，楼油店。我拢对去，所以做歌戏嘛唔惊，唔惊，所以做啊规身躯会痛疼，不过两支膝盖去开刀嘛唔惊，配合度真的很好。所以不管伊是带我去看红阿婆，还是带我去看中烈子，还是带我去看中西垂帘风，我拢感觉讲，哎呀，有一个心爱的男人在身边，我就 OK 了啦。我来讲，我唔敢食，我敢食肥肉，他很好，他很贴心，肥肉拢会食。所以只能。被秦汉夹个冰淇淋哆啦 A 梦，是面包超人。那个早真正是秦汉，你拢唔相信嘞？哎，小编小编，你一定要 po 一张我们老板秦汉那个。他只是很瘦，但是跟秦汉完全是两回事。相似度 0.87%， 不能再多了。没有，他也长得很帅耶。好，我真的确定你眼光有问题吗？出西施。好，我们通通备料完毕了，我们可以下去。戴浴帽，小白一个较香啦。
方面发表。Nova 已经完成了，爸爸想爱 Nova。吃胖，无怪阮翁啊，吃 Nova 吃袂鲜，吃到即阵啦。啊，这你有想到恁翁对你做过啥物浪漫的事无？浪漫的事，早上五点想着就挂，尤其是外双溪，虽然是双溪公园，但是外双溪嘛是会挂。啊，伊甲别人个，你即摆是恁，你即摆是阿福啊，伊拢会家个外套脱下。脱下来，紧的啦，脱下来啦，啊，要盖在我的身上。脱下来，嘿，脱下来。为什么要脱衣服？我知道脱衣服，为什么一定要穿那个外双鞋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所以他们是就是很冷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很冷的时候，对对对。他说阿红会刮呗，他说这样靠在一起，这样不是非常浪漫吗？跟你心爱的男人，跟心爱的人坐在一起。很浪漫，我其实感觉还好。那你伫咧老外的时阵，有想到什么歌无？哦，今天还没有分享歌仔戏的戏曲啊，对哈、哦。台啊，那说到外双溪呢，应该就是哦，我们去游溪，那就是游湖啦，就是老通个界牌关都楼。祖屋叫做啥物哦？祖屋叫做我乡客，何平鸳鸯小鸟歌，可比阿凤甲阿福。啦啦啦啦啦，来。来，豆干，两人煞做对。都要持续的收看我们玉妈妈的料理时间，我们下次见咯，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，拜拜。魔鬼楼的厨房里，神奇的料理在这里。看我把这些剩菜剩饭，统统化腐朽为神奇。炒萝卜，炒萝卜，切切切，包饺子，包饺子，捏捏捏，撒一把帅气的胡椒。泡菜热腾腾端上桌。